戒交啲先啦。咁啊，呢条片就唔会介绍任何嘢啦，咁就啊咁啊讲下考试啊嘅安排啦。咁系咯，咁啊，今个礼拜三就考试啦，即系1月11号3条1，你好容易记啫。3条1就啊，咁啊，考试安排就考试系直到呢个23号嘅，到啦，应该23号嘅，1月23号。咁考试就唔会拍片啦，即系公片啫。因为个考试期间系唔会拍片嘅，因为电话都唔系我度，我电话俾人收咗佢。咁就就系啦，电话都唔系我度啦，咁就都拍唔到片啦，系啊，得公片，咁我得部电脑嘅，啊，所以公部片咯，正常咯。啊，咪问父母借电话，父母借电话啦，咁就系咪？咁啊，车站指南知，车站指南就会，唔应该话 stop 咗啦，唔应该话停咗啦，因为会比而家都咁，而家好慢啦，比急，比以前更慢，比以前更加慢，有机会系停咗咁啊。行呢个咩追踪港铁片嗰啲咧就唔会拍噶啦，停咗啦，停止噶啦，即系唔拍啦，系啊。暂即暂时考试住，考试呢个期间之后，期间就唔会啊，唔会再拍片噶。就算我去都唔拍片，因为冇电话，电话唔喺我度，电话都唔喺我度，咁我点拍片？点拍片啊？唔系，系点拍片？零action，咪车站指南。真版本啦，繼續公，不過係慢啲噶啦，慢啲噶啦，唔可以一日拍曬，唔可以每一日都公一條片，咁就呢方面就要留意注意啦。嘛，我拍唔到片啦，冇電話，考試點會有電話啊？先收埋都唔俾我，唔俾电话我啊！咁啊 ，ST 都收埋啦 ，ST 都好啲，一部平板电脑都可以影到相，又可以有部相机都可以影到相，唔一定用电话。诶，平板电脑你影到嘅话，你都方便啲嘅。影完就可以抌上去，咩相机麻烦啲啦，咩手续又系乜嘢手续，咁样都唔知点解。咁啊，四分零钟啦，咁啊都冇有讲啦，啊冇有讲，咁啊，担心你听。咁啊，系啊，我都要100位订阅，好似好多人 dislike 我。其实嗰啲 dislike 嗰啲人根本系我同学嚟嘅。咁啊，啊啲 dislike 乱咁 dislike 啲人，咪我同学咯。唉，都唔知佢哋点。究竟我系都唔知点同我点样收风收化嚟？唱唔唱啊？频道红又点啫？
都唔係亂撳。你訂完我之後又亂撳唔撳，亂撳 like， 亂撳 dislike 啊，咁啊，呢啲咪廢啊，呢啲就垃圾呢啲人真係。仲有少少咳啊，唔好意思啊。唔好理上面，唔知睇下呢个。Action 真系正，靓。咁啊，南港岛线我都唔知佢，即系唔知港铁啦，南港岛线有啲。你唔知飛幾時有得派，即係幾時有得賣啦、拍賣啦，即係反賣賣出去，幾時有得賣啦？咁就應該新年之後噶啦，應該新年之後噶啦，預警嘅新年之後，因為新年後年車飛，後年車飛，咁係反賣日期就係一月。今年1月14日開始拍賣，到年初一，我唔知係咪啦。到年初一，即係11月28日。我成日掛住12月28日。最尖，7月28日。咁啊，要買快啲買啦。咁啊，14日即係六嚟嘅，即係六嚟。要買快啲買啦，咁就加埋150元，加埋兩樣嘢嚟嘅，兩個碗70元，即係一個碗35元，咁啊兩對筷子加埋兩張猴年車飛，係咪叫車飛？猴年紀念車飛錯嘅，係雞年紀念車飛先啦。咁鬼中意猴年真係～即係好懷念猴年，2016年，咁2017年雞年耶啫，米做雞耶，即係米做雞啫，焗焗雞啊，焗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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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雞是這樣的，但是我扮不到，扮不到雞，扮不到那個聲音，扮不到那個聲音，不好意思啊，那就不要介意啦，不要介意啦，哥哥哥哥，我已經終於扮到了，我終於扮不到了，這條片都不是主要說這些嘛，是不是？我八分量做先，咁就冇嘢好讲啦，咁就担心你听啦，咁就会成个频道就系净系光片，暂时呢段时间净系光片，唔会拍片住。咁啊年初啊新年年初新年1月咪2月开始啊，二头再拍片噶啦。二头啊，1月尾咯，廿八好快啫，二头先拍片噶啦，二头。咁啊，同大家担心，暂时就会睇我就会睇片，我都会电脑睇片嘅，睇片睇得到，我就调片一条，即系调啊。整好呢个碟，整好片啊，整得到嘅，整到。咁啊，片头方面我唔识点样合拼，咁啊，你教我啊，片头。即系我整咗片头，不过唔识点样同条片合拼啊。
啊，唔知点样调，同条片合拼唔知，都唔肯定，都唔肯定。唉，咁又点啫？咁就都十分零钟啦，就讲咗十分零钟都系废话。咁就我有讲啦，唉，拜拜。我有讲啦，咁就。咁就呢条考试嘅安排呢条片咧，就到此为止啦。咁就下周有机会再见，唔系喺新年之后先再见，新年之后先再见啦。拜拜。